learnmandarinchinese.com. Mehr Informationen in der Videobeschreibung. 我7点起床。 我7点起床。我7点起床。你吃早饭了吗？ 你吃早饭了吗？ 你吃早饭了吗？ 我已经吃早饭了。 我已经吃早饭了。 我已经吃早饭了。但是我还想吃东西。但是我还想吃东西。但是 我还想吃东西。所以我要再去吃一点东西。所以我要再去吃一点东西。 我要再去吃一点东西。你高吗？ 你高吗？ 你高吗？ 我不高。我不高。我不高。但是我的男朋友很高。 但是我的男朋友很高。但是我的男朋友很高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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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哈哈哈哈哈哈哈。 哈哈哈哈哈哈哈！你为什么笑？你为什么笑？你为什么笑？ 因为很好笑。因为很好笑。因为很好笑。你不能笑。 你不能笑。你不能笑。
你太慢了，我已经笑完了。你太慢了，我已经笑完了。你太慢了，我已经笑完了。爷爷吃了我的苹果。爷爷吃了我的苹果。爷爷吃了我的苹果。我的苹果被爷爷吃了。我的苹果被爷爷吃了。我的苹果被爷爷吃了。叔叔喝了阿姨的啤酒。叔叔喝了阿姨的啤酒。叔叔喝了阿姨的啤酒。阿姨的啤酒被叔叔喝了。阿姨的啤酒被叔叔喝了。阿姨的啤酒被叔叔喝了。姐姐喝了奶奶的果汁。姐姐喝了奶奶的果汁。姐姐喝了奶奶的果汁。奶奶的果汁被姐姐喝了。奶奶的果汁被姐姐喝了。奶奶的果汁被姐姐喝了。奶奶很难过。奶奶很难过。奶奶很难过。你的数学好吗？你的数学好吗？你的数学好吗？我的数学很好。我的数学很好。我的数学很好。我觉得数学很简单。我觉得数学很简单。我觉得数学很简单。你有汉语字典吗？你有汉语字典吗？
你有汉语字典吗？我不明白这个词语。我不明白这个词语。我不明白这个词语。这个词语很简单，我明白这个词语，但是我不明白这个句子。这个词语很简单，我明白这个词语，但是我不明白这个句子。这个词语很简单，我明白这个词语，但是我不明白这个句子。昨天我买了一个帽子。昨天我买了一个帽子。昨天我买了一个帽子。今天我戴了我的新的帽子。今天我戴了我的新的帽子。今天我戴了我的新的帽子。我的姐姐有一双红色的鞋。我的姐姐有一双红色的鞋。我的姐姐有一双红色的鞋。你喜欢她的鞋吗？你喜欢她的鞋吗？你喜欢她的鞋吗？我很喜欢你的新裤子。我很喜欢你的新裤子。我很喜欢你的新裤子。这不是裤子，这是一条裙子。这不是裤子，这是一条裙子。这不是裤子，这是一条裙子。你的衬衫也不错。你的衬衫也不错。你的衬衫也不错。一共多少钱？一共多少钱？一共多少钱？
你们班一共多少人？你们班一共多少人？你们班一共多少人？我现在去吃饭。我现在去吃饭。我现在去吃饭。一会儿见。一会儿见。一会儿见。我的书跟你的书一样。我的书跟你的书一样。我的书跟你的书一样。我的字典跟你的字典不一样。我的字典跟你的字典不一样。我的字典跟你的字典不一样。明天你来我家玩吗？明天你来我家玩吗？明天你来我家玩吗？我一定去。我一定去。我一定去。我一边学习汉语，一边听音乐。我一边学习汉语，一边听音乐。我一边学习汉语，一边听音乐。他一边唱歌，一边跳舞。他一边唱歌，一边跳舞。他一边唱歌，一边跳舞。这几天一直下雨。这几天一直下雨。这几天一直下雨。去年我一直在中国。去年我一直在中国。去年我一直在中国。你一般几点起床？
你一般几点起床？你一般几点起床？我一般早上六点起床。我一般早上六点起床。我一般早上六点起床。今天早上我迟到了。今天早上我迟到了。今天早上我迟到了。我迟到了半个小时。我迟到了半个小时。我迟到了半个小时。我的老师很生气。我的老师很生气。我的老师很生气。